妈，我挺好的，你别担心我，早点休息，好的好的，晚安。哦，喂，兄弟，那个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要交房租了，下个月一定还给你。姐，我分手了，我看见他的聊天记录。姐，我今天晚上去你家睡好不好？我好怕又要复读，闭上眼就全部都是题目，我快要崩溃了，已经很久没有睡好觉了。如果你没什么说的，那就晚安吧。
一觉醒来就把他忘了吧。听说明天是个晴天。